年轻人，刚才那是最后一班火车了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的目的地就是这里。好，哎呀，这外面太冷了，来屋里坐吧，屋里暖和。来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慢走啊。你有地方住吗？这儿可不能过夜，太冷了。不然，今晚你住我那儿，我可不想你冻僵在这儿。被子我都洗干净了，我本来以为孩子们会回来过年的。他们在哪儿呢？他，你饿了吧？我给你煮点饺子。照片不可以。爸，今年春夏刊要比以往早出，谁都不能放假，更别说一个礼拜。今年我就回不去了，对不起啊，爸。爸，我和朋友约了去旅行，明年春节一定回来陪你，好吗？好。爸。这次新年演出可是我一辈子难得的机会，你懂了吧？啊，我在通知你啊，要看电视哦。哦，好，爸爸理解，知道了。这年就算这么过了，那不一定吧。盘子不用收了，我明天早上再洗。睡个好觉吧。给你，这是你的。怎么了？这是我的朋友。哎呦！给你们送年货来了，谢谢，谢谢，过年快乐啊！快乐，大家快乐。别想一口气喝光。别想一口气喝光啊。哦，你还是到我们家过年去吧。不不不，你们好好过年啊，我还给别人送去呢。啊，过年快乐。你得乐视，回家吧。你的乐视，回家吧。过个好年啊！谢谢谢谢。啊，付过钱了已经。
哦，给你，过年快乐，过年快乐。谢谢爷爷。去喝吧。这是家人团聚的时刻，我该走了。啊，哦，祝你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你不是忙吗？我现在让全公司的人都回家过年了。茄子，你快把门关上，冷死了。他是不是下半床了？奇怪。饭前不能吃零食。爸，我回来了。爸，我们祝你大吉大利。百事可乐。年年有乐事。好。大明星，什么时候给我你的签名啊？姐，别开玩笑了。大左边，大手手，请我做生意吃啊。拿起你的起，大小姐您啊，让我考虑考虑。是可乐吗？